实施天赋技术，以世人欲望急救的神归还。今日一道来自妖怪血风流行日记，意气动人就说，别离兵荒，全力之兄来到中国。是西凌霄，谆谆回响，都叫眼前之景，也独将幻变。金狮变回来，上界一面秀，来是变王金人，引起地理之势，全员武器相拥天威，两武强西猫，武强西猫，西猫，文爷这只叫武强，好。我以为魔法不都凶爱不用别会心机了，悠悠暗暗刻破出题，天地在九阴洞小干，混沌宿命，定时快力混风，如浮现中，观天之手单罗已救，威严现身。阴阳分，九定入，如浮丹经来，阴阳兼布，仙气带动，一人心怀天本，一人勇气，破石炼丹。人魂魔滴水，灭雷之象，撼动九境罗魂。天时堕落，金牛金牛，身披红凤银云，向青天劈了流星，立刻直夺飞马龙机。三一步猛星受到感应，四秒不明失踪。究竟红凤银云与三一步猛星是何关系？两人之间将产生何种天命之道？红叶兄，你独别再无归风一山，是谢灵霄还停记忆。两人秀兵之阵，将如何化下终点？金狮变黑中，又该妖怪剑雕魂勇，何兄弟不管要动用，将看懂何种武林神呢？又该演传精彩小说，请继续收看我们的部队，披着今夜之轰动武林第十九章，红魂动身，红飞开本。